下午的4:22，今天的新闻来自全球的新闻啊，我们在所有的新闻在 Facebook YENKUOJUNG， 各位以后中文新闻是在我燕国龙的账号，英文新闻在 YENKUOJUNG， 各位可以加入我的好友就可以看到我的英文新闻，加入燕国龙的账号就可以看到中文的新闻啊。我们环球邮报是报道全世界新闻，以往我是跟美国之音合作的啊，我是美国之音唯一在台湾的代理，所以我会讲英文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你如果你不会讲英文你吃亏太大，因为很多世界通通要讲英文，但现在也不要去学英文，没有时间学，最新流行的是语言翻译机啊，你给他下载语言翻译机，你讲中文他就讲英文出来，他讲英文你就讲中文出来，不要不需要这么麻烦，但是要付费啊各位哦，我们这是要付费的，它不是免费的。好，请你记住啊，今天的英文新闻来自美国的 CNN、 CBS 啊，加拿大的 CBC 啊，还有加拿大的啊，还有中东半岛电视台、香港大世界新闻台啊，还有马来西亚的电视台、新加坡的电视台啊，中国联播新闻等等，你都可以看得到哦。很多国外的新闻媒体，我们要国际观、世界观，欢迎你收看这些国际新闻。